下午的3:34，社长因为没有副刊巴士，所以开着电动轮椅，经过了西门町，在台大那个内江医院啊，开个电动轮椅坐到西门捷运站，现在在万华车站啊，万华车站啊，正准备要到西门町的捷运站坐捷运回去来看一下，很久没有拍拍西门町的画面啊。今天西门町台北的天气艳阳高照，人潮蛮多的，你没看到满街都是人啊，人潮蛮多的，满街都是人啊，比以前人增加了大概虽然没有像以前假日那么拥挤，但是也是蛮多的啦，80%的人啦、啊、每个人也都保持了社区隔离啊，1公尺啊，保持了1公尺。今天天气很闷热，很多的年轻人都不戴口罩，都没有戴口罩，因为在空旷地区。来，西门町的指标，幸福堂，珍珠奶茶店啊。95块一杯很贵的，但是非常好喝，那么就是那么的奇怪，别人的珍珠奶茶不好喝，他的珍珠奶茶就是很好喝。95块一杯，本来想到红包厂逛逛的，也不要疫情来的时候，还是不要去那种。对不起，拍谁啊？刚才差点撞到一个人，他没看到我又开过来，还好我有跟他有讲了一下。啊，好，我们到了小红水饺，好久没来吃了，到小红水饺那边吃个水饺。看看吕秀莲这边有没有什么菜可以吃。今天5一劳动节，但军工教他不放假，也只有工厂的劳工有放假。老板娘，有没有什么菜呀、啊？有什么菜呀、啊？